陛下，该用药了。见红了，快请御医，快请御医，快请御医、庸医已毕，陛下宽心。你是让朕宽心呢，还是让你莫桑宽心呢？进来，霸道莫森。莫急，摄政王擅闯陛下寝宫之法，未免太僭越了吧？禀太后，庸医无能，治不好陛下的顽症，微臣只是替太后和陛下排忧解难而已。一派胡言，今日不取你首级，我枉为陛下御前侍卫。有劳莫森大人费心，陛下该歇息了。微臣告退。陛下。又是天魔姬，太后，方才您为何不让属下手刃此贼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陛下。太后，陛下气血亏虚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本宫当初愿有双子，却只生出了体弱多病的贾拉丽，后来才知道他的同胞弟弟竟寄生其腹中，至今十八载。如今逆臣莫森觊觎皇位已久，若陛下有个什么闪失，怕是皇位不保。若是兵行险招，未必没有希望。露拉，你又何计？太后请看，陛下腹中其子寄生十八载，已成妖胎。陛下受其所累，精血耗尽，必须尽快将其取出，才可保陛下性命。
什么人的命值这么多钱？蓝田侯云烨。阁下门中高手云集，为何不亲自动手？云烨身边有两大护卫，其中那个叫狄仁杰的极其难缠，传闻他的剑削铁如泥，而且杀人不见血。你说的可是这一把？你是狄仁杰？师傅，我要不去帮帮他吧。瞎操什么心呢？来，带个团。对了，小杰今年多大？二十有一，还五十年寿命，几个走私犯伤不了他。你还会算命呢？要不您帮我也算算，算算我和小杰什么时候成亲啊？算算算。他配不上你。哟，说什么呢你们？怎么了？不是包给我吃的吗？我包了半天了。你呢？还有一个呢。不给。是否正如鲁拉所说？此人行为乖张，恐不可仰仗。陛下，传闻此人文武双全，天文地理、兵法医术样样精通，颇受大唐皇帝赏识，曾以换血之术救下一国公秦琼，不可谓不齐。就算他本事通天，是否会出手相助尚不可知啊。你我躲过莫森的重重追杀来到大唐，随行的侍卫仅幸存你一人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况且此人若是真能写出如此的奇书，定不是妄自虚言之辈。可是陛下，属下这就去将他擒来，是否有通天本事，一试便知。师父，自从上次送安澜公主去和亲以后，咱们都一年没回长安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你和小杰随时都可以走，我犯了错，陛下让我办100件案子才可以回长安。那还差几件啊？就差一件啦。一件都不差。算上这次地狱花果实的案子呢，正好100件。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回长安去了，告诉小杰去。哎，小杰呢？我让他收拾行李，准备随时出发。那我快去找他吧。走。
眉骨突出，下颚偏方，西域人。从尸体的伤口上看，此人的致命伤来源于砍刀。利刃入表皮深处中心点，约有三寸。三寸三。而且凶手选择了见血较少处，必定是个硬点子所为。这点子硬不硬，我是不知道。但是他的刀够快。尸体有毒，消毒。富贵子，没错，此草产于西域，其根茎可做药用，但花蕊含有剧毒。死者生前服用过无法消化的物质，麻烦开膛。钥匙，这个好像跟咱们住的客栈的钥匙一样哎，师傅你看，师傅。咱们好不容易能回长安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咱们赶紧去收拾吧。哎，我知道你又在惦记那个事儿，但是师傅啊，我跟你讲，我都出来一年多了。哎，师傅，想回长安吗？想。收拾行李。小二，一壶苏特毒蛇。哎，来了，客官，您的酒。这么巧，阁下也住二楼。
阁下，莫不是这件？啊！死鬼，你怎么才上来呀？再说吗？见笑了。嗯。干嘛？打搅一下。哎，你这人。同样是上房，我每次住店总感觉设备不够齐全。看看你这间，若是比我多，我便找掌柜评评理。告辞。嗯。阁下房内为何会有安胎药？安胎药啊。实不相瞒，是在下偶染风流，不料生米煮成了熟饭，让兄台见笑了。可是他脉象平稳，不像有身孕，不足胎儿而已，阁下看不出来，很正常。我确实不懂医术，但是我却知道动了别人女人的手，他的男人应该很愤怒才对，像你这样平淡倒是很可疑。阁下若不是，有事相瞒。这位仁兄为何在我家公子屋内咄咄逼人？杨武，大唐果真藏龙卧虎。告辞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天魔街不用你帮忙。
近几日一直有人跟踪我们，我让小杰留意一下客栈的房客。最近别有洞天里住进了两个西域人，特别古怪，其中一个就是树林里死的那个，也就是一直跟踪我们的那个。现在我们去找另外一个。可是这种事我们为什么不去报官啊？我最近查了太多贪腐案，那些官家一直想找咱们的晦气。也是，那咱们先去哪儿找人？跟我走。此馆医资匮乏，必须尽快转移。是不是你一直跟着我们呀？小五，不得无礼。大唐兰亭侯携徒弟见过苏特王殿下。你知道朕？殿下虽然身着汉服，却穿着苏特王的礼衣，想必这次是秘密前来大唐就医吧？从李衬就能知道这么多？苏特皇室近年来政权不稳，在下有调查过。你徒弟发现我晕倒在房间里，特地将我转移到此地，也算是救了我一命。殿下，贵国摄政王的杀手已经潜入大唐，为保您的安全，是我吩咐徒弟带您到这儿来歇息就医。这么说你们已经见过我的侍卫后阿甲了？他是怎么死的？具体情况在下并不知晓，可能是一个苏特刀客所为。黑池昌，哎，殿下，万万不可！还请云大人救朕一命。殿下，实不相瞒，在下对医术只是略懂皮毛，生育之事更是不懂。但是我可以禀报大唐皇帝陛下，请最好的御医给您救治。长安距此地八千多里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。
云大人，出事了。小杰，小杰，哎，小五，衙门的人在河边找到狄大人的时候，他已经重伤昏迷了，刀伤深入骨髓，若不是狄大人内力深厚，普通人早死八百回了。重伤至此，还有救吗？若是有救，恐怕也只剩一个地方，死人谷。死人谷，传说中的孔灵谷。传闻孔灵谷有去无回，但能治常人所不能治之疑难杂症。常人不能治的病，你这句话提醒了我。陛下，早点回来。用不着。你还是只能用一次啊。云大人手里的神器，这一看就不同凡响，不知是为何物。一个防身用的小东西而已。以前小杰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用担心。就算它坏了，我也想不起来去修。但这一次，换我保护大家。天地也下江南，祝日家三季。
脸冻。把你的朋友叫出来，一起快活呀。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哎嘿哎哎哎哎我碰过的尸体比你碰的男人都多，你身上的血腥味骗不了我。老太婆，这里应该就是孔灵谷所在了。可是我只看到了石头和树，根本看不到什么山谷啊。师父，这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光点呢？果然如此，这里别有洞天。你是说我们已经是？对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了。你自己看，我们来的时候明明是下午，夕阳西下，影子应该越走越长，但是我们现在影子却越来越短，说明这个地方被一个巨大的阵法包围着，想要掩盖它的真正面目，就想把海市蜃楼搬到了面前，让我们看到这荒山野岭的景象。这种阵法叫镜花水月，只要找到他的关爱，就能看到庐山真面目。那关爱呢？小五，各位兄弟，在下
身子没病的人来捧灵骨啊，一定是脑子有病。说吧，你是来捐肉还是捐骨头的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姑娘你应该就是孔灵山庄神医夏苗。姑娘，姑脑子不好，身材倒不差嘛。谢谢姑娘。多谢留人，且听在下一言。你说。我是带人来看病的。你带来那三个人啊，刚刚被我解剖了。孔灵谷不会这么对待病人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孔灵谷之所以定下恐怖的规矩，只是为了不想让那些达官贵人来烦扰，绝对不是传闻中那种有去无回的死人谷。那我平和帮你啊。姑娘，在下听闻你一直想要青囊书的全册。这你也知道。在下有幸看过全本，事成之后可以帮你续写。续写青囊书？嗯。你是把自己当成了在世华佗，还是把我也当傻子？我看你脑子真是病得不轻。本姑娘可没有时间听你瞎胡扯。青囊全册共计695页，你拥有上册631页，最后一章写的是刮骨之术。姑娘，还有下册呢，你真的不要了？他要在药缸里泡上7天7夜才可以醒，切不可中断，否则必留后患。那个贾拉里就是个祸害，要不是他，咱们早回长安去了。现在好了，小杰受了重伤，咱们还被坏人给盯上了，要我说就不应该管他。陛下让我深入江湖，就是让我时刻提醒自己，我是个堂官，事无大小，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唐境内，又牵扯到大唐的外交，你觉得我能坐视不理吗？我才没师父那么高的觉悟。正如你所言，此人怀胎已18载。那他腹中之物是否已成妖瘤？若非亲眼所见，我也很难相信。他腹中的胎儿似乎还活着。还活着？那他是人是妖？此胎甚是奇特，仿佛一直在冬眠，不仅活着还很健康。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不仅可以救贾拉里，还能保住腹中的皇子。只是男人并无产道，根本无法分娩。如果用剖刀术呢？剖刀术是被诅咒的禁忌之术，切不可用。啊！殿下，得罪了。夺血术，就像这样。剖刀术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失血过多，但是以此术为基础的话，可以保二位殿下平安。
以血补血，当真可行？当年易国公身受重伤，我就是以此术保他的命，但是此术必须找到相匹配的血型才行。贾拉里殿下的血型乃是万中无一，丁气极为难找。站住！谁允许你这么没规矩的？你怎么看医学的书了？你们都只关心那个大肚子瘟神，没有人去管小杰，我自己学医救他。你这个二愣子的性格什么时候能改一改？你学医救小杰，他只会死得更快吧。这个怎么你见过？等我一下。我那天帮小杰找剑的时候，这个血印就在这上面。黑齿长的血印。嗯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真的要自己去找那个黑齿长啊？你照顾好小杰和贾拉里殿下，我很快回来。可是那个黑齿长很厉害的，你确定你要自己去？姑娘。你轻点吧，吓着你。哦，嗯，还走不走啊？拿好啊。哎呀，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别管。看什么看？卫士。怎么找他？有头绪吗？他应该在来孔灵谷的路上。路这么多，不是大海捞针吗？马要吃草，刀要磨，他一定有备而来。撤！撤！我几文的刀，杀人的刀十文，龙厨的刀五文。这一看就是杀人的刀，十文。要磨要给钱。寒殿。回来了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打扰阁下了。老人家，可否见过一个大肚子男人，在这山庄之中？大肚子男人。您不会说的是我吧？您要是骗我的话，这孩子可是会哭的。住手！我想起来了，陈神天确实有个大肚子的男人，但已经走了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留你也没用了。
取刀，取刀。稍等片刻，我到后方去取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血才有用，动手啊！哥哥。
宝妮，你挺住，你挺住，我会救你的。没用了，一定有救的，一定有救的，我可以救他。我已经死了，一定有救的。王子的戒指。是你把祸水引到虎灵谷。等我把仇报了，你再杀我。干嘛？报仇。吃点吧。我早就跟师父说过，你是个瘟神，就不该管你。现在好了，师父没了，小杰也没了，家也回不去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你是应该对不起，如果不是你，小杰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受伤，如果不是你，今天也不会死这么多的人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三个早就回到长安去了。是我的错，应该死的人是我。我们曾为了保护你死了那么多人，你竟然这么不珍惜自己的性命。我死了对大家来说都是一场解脱，你的命对前往苏特子民来说是希望，你也不愿意他们活在莫森的暴政中吧。师父，小杰呢？小杰呢？小杰被当作人质扣押起来了。要立马手术，走。
我决定先救出狄大人。天魔姬擅长幻术，比黑齿长更难缠，只有拿我去交换才能救出狄大人。殿下，你做这个决定可能会真的有去无回啊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被别人保护着，这一次我要保护别人。可是你现在，古门关在什么地方？狄大人，等你们都死了，我就把你们都放了。你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作战，是因为这个空间适合使用幻术。我看到黑齿长的跟踪虫，算好它出现的时间，提前在古门关布好阵法，把这里变成镜花水月。你所有的幻术在这个大幻术里都无所遁形。黑齿长看到我们时，面对的其实是你。你以为是在和我们作战，其实你们两个在自相残杀。
还好我留了一手。小杰，小五。地狱花本来就有静神的功效，你的幻术主要靠催眠术和光影之术，只要不再看你的眼睛，你就没有办法再蛊惑我们了。又是你在这里碍手碍脚。我知道你一直让莫森防着我，但你不知道，其实他早就已经被我控制。本来呢，我是想先把他们一起解决掉，然后再把你铲除，但现在看来不需要我动手。就猜到是你控制了莫森大人，现在我就替他杀了你。现在你是我的对手。哦，那我就先解决了他，再带你的头去献给莫森大人。不用，相信。别着急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了。我最讨厌聪明的汉人。去死吧。你竟然因为一个汉人而死，这就是你不配做苏特王的原因。什么幻术？科学，你不懂。并没有受伤，但是已经出血了，现在是做手术的最后时机，要立即取出胎儿。先别管我，先救孩子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这个无赖，我不许你死，我不许你死，不许。谢谢，谢谢大家了。我们开始吧。臣拜见太后。师父，咱们都在外面飘了一年了，好不容易完成了100个案子，现在可以回长安，为什么不回啊？以前我想回长安，是想为大唐社稷做点贡献。现在仔细一想，安定邻国，守护疆土，也是臣子应尽的义务吧。我想明白了，想报效陛下，不一定要在长安，在别的地方一样可以为大唐添砖加瓦，对不对？师父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送小皇子回苏特。嗯。哦。算我一份。你怎么来了？不会真的是来杀我的吧？孔灵谷剩下的人陆陆续续都回家了，我现在两袖清风，无处可去。听说西域也有很多高强的医术，想借此游历一番。可惜了，最后还是没能救回贾拉里。救不活不是真正的失败，害怕去救才是，对吗？哦，对了，青囊书还没给你呢。
你根本就没有看过清囊书，这个人情啊，下半辈子慢慢还吧。下半辈子？我还是尽快帮你把清囊书找回来吧。你发现没，师父每一集啊都要去私奔一回呢。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们两个给我站住。私奔？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什么私奔啊？三三你个臭丫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那你来呀、啊、看大姐，你什么时候跟我私奔啊？啊，那得问师父。看